大家好，我是 Lucy。 去年跟今年取消了一些活动哦，也包括了民俗庆典。那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民俗庆典当中呢，你有没有印象过去我们看到的绕境啊都是大阵仗？你对于当中的结构，你对于这些义阵你够了解吗？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呢，这个文史研究者，他是我们的采风民俗学会研究非常多家这样文化的吕江明老师，欢迎您。 Hello，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要称呼吕江老师，因为老师的姓比较特别，是双姓。对对。好，那虽然说呢，一定非常多人都问老师研究家将文化有多久了，为什么？但是因为第一次来到我们台湾，你好台湾行事，还是不免俗要跟我们的所有的团员再介绍一下您自己。哦，好，毕姓吕江哈，因为祖上呢，从清朝嘉庆年间呢，就有两个祖先牌位一起供奉哈。那江姓有一对夫妻哈，那至于怎么来的，长辈都没有讲清楚，只知道说吕江两个姓都要挂着哈，不能分开，所以我们家的家族的男丁都一定是吕江哈。那这也引发到一些我的对于自己的祖先的一个兴趣哈，就是说怎么去研究我们祖先的来源哈。那这个也是民俗的范畴的一小部分哈。那最主要我会去研究庙会民俗跟家将文化的话，最主要是因为我从小住在中和的大庙的旁边。有没有人也住这里？中和大庙的旁边讲的是哪一间庙呢？那个中和的大庙是广济宫跟福和宫两间庙，它两间庙大概前后就是走路过去一下子就到了哈。那中和有四间大庙，这边庙口那边就占了两间哈。那我家就住在福和宫的后面，所以台语叫庙阿伯。庙的后面尾巴就比较尾，就后来就改变成庙美街哈。那我记得小时候呢，很小的时候呢，每到那个初一十五，我小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初一十五的时候，每到一段时间呢，妈妈就会把我半夜抱起来放在阿嬷的床上哈，她怕我掉下来还是怎么样哈。那大一点的幼稚园之后，我就会问说妈妈去哪里？哦，原来妈妈去了所谓的庙里去拜拜。我们那边的这些信女，就是欧巴桑之类，都喜欢一大清早四五点就去插头香哈。所以说长大一点，我就会跟，那我就要跟，那妈妈就带我去，然后好，你有兴趣，我就带你去拜拜这样子。那引发我对寺庙文化的一些兴趣啊。那当然我们那边也会姨妈祖啊，有热闹啊。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大概幼稚园吧，我一直搞不清楚那个大的神像哈，它为什么会动？哦，是我看到的七爷八爷那样这么大尊吗？对对对对对，里面到底有几个人啊？对啊，那我小时候很天才，我就一直以为是有人跌罗汉，我也是这样子想，所以要不然那上面手为什么会动？那结果不是哈，结果不是也不知道，反正如果以七爷八爷来讲的话，八爷比较矮嘛哈，黑色的幻将军比较矮啊，他那个。无眼的人呢，会从那个八爷那个头的嘴巴那边看出来，眼睛从那边看。那七爷的话是从他的肚子边有个洞，那我以前小时候就会很好奇，就是跑去看那个游行的时候，庙会游行就跑去看那个八爷他的眼睛。是，结果有一个八爷他就很坏，他就追着我跑，然后就跑到那个菜园里面去，来追着我。后来他被叫回去了，因为他脱离队伍，所以会做噩梦吧，老师。就是有一阵子那一段时间呢，每次去大庙拜拜的时候，只要看到那一种，我就离远一点，因为我怕它突然会动哈。因为那个神龛，庙里的神龛都有那种大的那个神将哈。那是长大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神将的这边有个关节，有个铁环。是。那你在里面无眼的人呢，你只要动，左右动，它就会晃。对，他手就自己会晃。对，这边，对对对，有一个那个扣环在这边哈。那是长大才知道了，小时候当然不知道。所以就变成是因为你从小跟妈妈去庙里，从初一十五，然后到庙里有一些祭典庆典的时候，你看到这些义阵阵头文化，老师你就越来越有兴趣吗？对啊，因为我刚才讲过，我们就住在那庙的后面嘛，只要有鞭炮声，有那个锣鼓声，我就冲出去了，就看他们在干嘛。对，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家中和地区呢没有家将。没有家将，那老师你怎么研究家将？就是因为很难看得到，所以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大概比较高年级四五年级的时候，我会自己坐公车，搭公车来到台北市，可能到那个
坐车，我记得坐到中华路北站下车，走到大道城去看映城隍。哇，对，会自己想办法去看。然后蒙甲龙那个青山宫是因为我有个姑姑住在附近，所以我会去找姑姑，然后请她带我去庙里看这样子。那所以说，因为大道城跟这个所谓的蒙甲的青山宫，他们两个地区的庙会都有家将，都有所谓的八将，所以我也要去那边大的庙会才看得到家将。那义阵很多，但是最吸引我就是家将。对，家将好。比较长大之后呢，我发现很多文献都会记载很多比如说宋江镇啊、高桥镇之类的，唯独家将这一块是没有人记录的。好，那家将这个文化呢，我们刚刚在开播前就聊了，大家都听八家将，那你知道八家将有几位吗？大家赶快想一下，数数看，回忆一下你看到的这个绕境活动啊，这个义阵到底八家将有几位呢？好，老师，八家将在大家一般人，老师你平常有在上课，然后有在研究，一般人对家将文化的印象大概是怎么样的？家将哈，因为它比较特殊哈，它不是只有义阵而已，它还兼杂的，就是他还兼具的所谓的侍卫神的信仰。什么叫侍卫神？就是譬如说我们现在总统出巡的话，一定很多侍卫官在他旁边左右保护他，神明也一样，主神也一样，他要出巡绕境的时候呢，会有他自己的家将来排在前面。所以我可以把它解释为他是随护吗？对对对对，神明的随护，没有错。对对对，那所以说八家将他为了执行任务，他有时候会用跑的。有时候就是一些无形的鬼魅魍魉也好，或者是要过桥，以前都说过桥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他到桥头，他就会就是会一些仪式在那边举行的时候，那因为他有很多的部分跟神是牵扯在一起的，就是说跟神的信仰，所以老一辈的也没有解释的很清楚的情况之下，很多民众都误解说，哎，怎么横冲直撞？我们看到那个，比如说北管乐团，他就好好的这样走，为什么你会跑来跑去的？那他的禁忌也非常的多，特别的跟一般的义阵不一样。简单的讲，舞龙舞狮，那个狮头跟那个龙的身体呢，龙身是道具，是你随时放在一个地方，随时拿起来就可以动了。没错。但是家将他画完脸谱、着完砖之后呢，他要经过那个法师帮他开光降临，把那个，比如说我今天扮演谢将军，谢将军的灵要在我这边呢、要在我头上，所以常常看到很多家将都会插一支香，那一支香就是他的天线，他跟神沟通的天线。那我扮演你，你要保护我嘛？那无形的鬼魅魍魉你去处理嘛？我来代替你执行这个看得到的游行的任务，是我来帮你做执行。那到庙口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请八家将来当义阵。因为他们到庙口之后，他们会跳七星跟八卦的一些阵法，是那些舞步。对，那这些阵法是具有民俗意义的，就是说庙本身是一个信仰中心，这个村庄的信仰中心的话，庙口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那你这个庙口它本身这个磁场是静止的，是不动的。当你八家将在那边跳八卦的时候呢，你就风生水起，你就把那个气场带动了。那带动的时候呢，你这个八卦的这个无形的威力呢，就打到天上去，像卫星一样在照下来的时候呢，就整个村庄都保护着。利用八卦或者七星，所以一般传统很多家将团不止八家将，因为台湾有二三十种不同种类的家将。因为不同的主神会有不同的自己的侍卫神嘛。那你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很多家将团他都会从这个八卦里面的两仪跳到四象，然后跳到八卦。以八家将来讲，可能这个最前面的文武差也是跳两仪，你就看到他们转来转去的，两个小朋友那边转来转去的，那就跳两仪。然后四个将军呢，甘柳西万四个将军呢，就变成跳四象。是，对。那我看到台南有一些家将团呢，再把后面的四季大神加进来，就变成八卦在那边演。所以他们循序渐进的。有时候如果说到一个路口，他要迅速的把这个地方净空，因为很多大的路口都常常发生车祸啦、什么的，可能有什么冤魂在那边什么的，他们就会用七星。那七星很多种表现方式，一种是交叉星的，有没有？
哎，那他们就会直接交叉，赶快快步通过这样子。所以大家看家将文化还是一种民俗信仰啦，对，对不对？好，那老师刚刚提到台南，就有人问了，台南是不是家将最多的地方？它是发源地。我们知道台湾的开发史来讲的话，从明朝郑成功明正时期来，就先着陆的地点就是台南府城，所以才会有台南府城这个一府二路三艋舺泉州人讲出来的口号哈。府城是最早发展的。那么从中国大陆这个移民信仰来到台湾的家将文化呢，也从台南开始。那基本上不一定说哪一个地区家将最多，我不知道它最多是指团体还是说种类哈。对对对，那所以台南并没有特别多的怎么说团体，因为在议政上我们也有分南北嘛。对，那有北比较多或南比较多吗？也没有这样分哈，因为各地区都有自己专属的议政，包含了我们说的东台湾花东地区也都有自己的议政哈，所以说各地都呈现出自己的风貌哈。也没有说谁会更多或更少这样子。好，所以台南是发源地，但不代表比较多。好，再来，一般民众如果看到阵头，有没有什么禁忌？我站在那里看，我有需要注意什么吗？有禁忌哈，就是说有，居然有，你问对喽，一定要好好听哈。因为最主要的哈，第一点，你想欣赏议政可以，千万不要站在那个大门前面。庙门的前面正中的位置你不可以站，因为议政表演完有时候要来拜神明的时候，你不是神明啊，你不能站在正中间啊。所以你看到很多议政表演完之后，他会忽然停下来叫你走开，他会叫你走开，因为我要拜神明啊，我不是拜你啊，你不是人，你是人，你不是神啊，你不够资格让我拜啊。不管是舞龙或什么的，都八家将都一样啊。所以第一点，你不要挡住正门，一定会被赶走啦。你不管你是要拍照也好，你是纯粹欣赏这个议政，一定会被赶走。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你千万不能在他们表演或者行进当中从中间穿过去。像我们男生有当过兵的，可能就知道，你那个国军在行进的时候，你千万不能从中间借过借过，这样不行。没有，没有代志啦，不行啦，对，一定不行哈。所以议政也一样，尤其像我们刚才讲的八家将，他在跳八卦的时候。八卦阵法的时候，你忽然跑进去，你就破了这个阵了。是。那老一辈都说你也刷掉，都会这样跟你讲。那很多家将呢，成员呢，他可能会很巧妙的在往你的周围再走两三步。你本来跑进来的嘛，然后他再跨两三步，把你又变成在外面了。是。然后有人就会把你赶走。那也算是在保护你耶。对，那。更多的时候，有时候是因为一急之下就会拉着你，就会大声喊你说不能进去，不能进去。那很多人就不知道，有时候他们譬如说，爸爸妈妈带一个儿子来看，儿子到对面，那有时候他们想找人，就直接冲冲进就走过去了。不行，一定要转一圈哈，从那个队伍的不管哪一个队伍在表演。可是通常这样的队伍很长哎，老师。不是，那你庙口的表演一定会围个圆圈嘛？那你走外围这个圈道。另外一边去找人就好了嘛。好，那基本上都是直接穿过去，那个也是他很大的禁忌哈。好，那另外就是说，家里有丧事的，你们女生的禁忌也有哈。也有，那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说，那这么讲，很多朋友问我说，男生当机超薄的血是肾血。是重要的血，可能是会拿平安符把它印下来哈，变成是重要的信物哈。那为什么你女生月事来的血就是不干净的？一样是人的血啊。是啊。有人会说，重男轻女哈，或者是什么的，不是哈。也有人会跟我讲说，是不是以前是早期是母系社会，后来改变成男系社会？不是，是因为解释一下，就是说女生呢，上天赋给你们生育一个小宝宝的一个权利，一个能力。好，那当你没有办法生小宝宝的时候，才会把它流失掉嘛，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生小宝宝嘛，那你这个流失掉的时候，是不是算一个毁灭性的动作？你原本有一个生命要诞生的，被你毁灭掉了。好，那在庙会喜庆场合这么欢乐的场合，居然会有一个就是比较不好的东西在那边，那就会影响到整个磁场。原本好的磁场会被你影响到。那
再加上比如说家里有丧事的，或者你们女生有月事的，我外表看不出来，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所以后来干脆女生一律禁止，不准进来参加庙会。以前呢、啊，传统经验的，因为我不好意思问你，那你也不会跟我讲实话啊。对，那就干脆就全部都不要。所以为什么庙会现场老是男性为主，就是这样子啊。很多人问我说啊，为什么女生就是不行？不是不行，有一些例外可以。譬如说屏东新元乡的龙侯宫，它有一个36官将的一个家将团，它里面就有4个女生。我一直很反对女生去扮演家将，因为家将是阳刚的神。是。那这一团为什么比较特殊可以？因为它的36官将的编制本来就有秦仙姑、何仙姑、李仙姑、纪仙姑，有4个仙姑在里面，是他原本就有这个编制。那这一团呢，他们找团员，就是他们团员的第二代的女儿来装扮的时候呢，他们人数很多，就可以挑选出几个是今天 OK 的，来装扮。啊，那是因为本来有这个角色哦，而不是女生去扮演男性的八家将角色，那个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对对对对对，你看看，光是一个问题，老师就可以延伸出这么多的故事啊、哦！我今天真的听故事就好了。好，那讲到这里，大家真的是越来越多好奇心喽、扮演家将是不是有一些严格的禁忌？这跟我本来要问的，要成为一名家将有什么样的条件，有一点像。Oh, 我要扮演他，那我是不是要遵守什么，或者是我需要取得什么样的资格吗 ？OK， 很多家将团很严格哈、就是说你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你会学会这些技法之后呢，有些团长会看身材，比较高的、比较瘦的可能扮演谢将军，比较矮胖的可能扮演幻将军，稍微要选角要稍微看一下他的体格，跟舞台剧一样。但是也有很多团体呢，他会很慎重的，就是这一次这一批新生要成立的时候呢，还会搭个那个敬告上苍的天台，然后正式的焚香禀告上天，就是我们训练一团新的团员。是。那你们这些团员要发誓说，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宗教信仰来装扮这个家将。有些很严格的团会这样子。是。那很多团体成立之后呢，像我看到嘉义山海镇行堂他们。不是说你来请他们拿钱来请他们说你帮我出团他就会出团、他们还要挂杯请过去，对对对，还要挂到三杯对，你庙方要拿那个红色的大铁来，然后禀告他们家的主神，就家将团的主神，说我们为什么要请你来帮我们当护卫，我们家没有家将，但是我们神明需要有一团家将团，他们还要挂杯，所以有很多都很严格的一个筛选之后，是、那你才能成为一名家将，就经过选角啦，经过神明的同意，对 对，好，这是基本的门槛，对不 对，还是要自己的训练啦，对，那这个有点回到上一题，就是问老师现在的人对家将的印象，因为也有人觉得家将好像现在会被视为一个贬义的词，为什么呢？是没有错，因为这么讲好了哈，家将它算是一个武阵哈，那需要的团员呢是比较那种活泼好动的。简单的讲，你到那个文科的去找几个学生来，文绉绉的根本没有办法扮家将。是，那谁适合扮家将？就是那些比较不喜欢读书的，对，比较好动的那一些。后来就会有很多中辍生呢，就翘家，就跑到家将团，甚至于其他的义阵，不是有家将的哈，跑到其他的义阵团体去那边学习什么的哈、因为他好动哈，好动的话，刚好这个管道可以让他们。算是抒发吗？对，那问题是，国家一直没有一个学校好好的来栽培义阵哈。这么简单的讲，我常常在呼吁，因为自从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呢，有建立了很多的京剧的学校，是啊、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台湾义阵的学校，让这些学生可以有正常的管道，我们来这边学习，都是民间自发性的自己教，那师徒制的这样子。对，那这个。很多义阵呢都还会有一些帮派之类的哈，会加入哈，会去主导他们哈，那这些团员就会被吸收去做很多不好的事情哈，那久而久之呢，八家将呢就会一直被人家误解，都说他们是坏小孩。那基本上我们看到，比如说蒙甲青山宫的八将团，他们是为了还愿，有的是许愿的，
还愿来当家将，一年只有来一次，是不是？三天绕境完之后，我就不会再来的哈。等到明年我再来一次这样子。有些是身体不好啦，或者是有人想求个儿子啦或什么的哈。很多人是跟神明许愿，我来充当你的家将。好的团体还很多啊，只是说，很多传媒都会报道到比较不好的部分。反正以前只要庙会打架一定都八家将啊，我一看就不是啊，就不是啊，就松江镇打架为什么跟八家将有什么关系？但是反正只要庙会打架全部都归类到八家将都是你的错啊，就是会被人家误解哈。那经过我自己下去这个深入了解之后，我发现不是这样子啊，他们是有些是很好的团体，有些是很诚心的。对啊对啊对。好，那八家将的文化是台湾独有的吗？没有，台湾是一个移民信仰的社会哈，就是说我们台湾的汉人基本上都是明朝或清朝的时候从中国大陆啊，我们的先民从那边渡海来台湾。那因为要渡过台湾海峡，这个所谓的黑水沟很危险嘛，所以有些移民来的先贤都会抱着一尊家乡的神明一起来台湾哈。那可能是同一个家乡的人都聚集在一起嘛，一起守护这一尊神明哈。那如果说来到台湾安居乐业之后，就帮这尊神明盖庙，那开始有意，就是会在庙口，有时候农闲的时候，就可能练个施政、宋江阵、练个八家将这样子哈、那这些义阵呢，台湾本身没有啊，以前高山族怎么会有义阵，对不对？台湾原住民是高山族啊，那从中国的闽南、或者是闽东之类的来到这个移民来到台湾的时候，把这个家将文化带到台湾来。那只不过现在中国大陆他们那边比较不盛行这个东西，所以变成是台湾这边还很蓬勃发展。哇，我们的蓬勃发展还不是因为有专门的学校教导或者是什么，我们还是师徒制的庙方或者是团体，就是这边自己来教导这个家将的文化。好，那这一题呢，我觉得有点跟我想问的，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入门看这个家将的义阵？那也有人在问说，这个仪式很长，这个队伍很长，通常神明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是最中间的位置呢，还是最前面的位置呢？神明哦，对，神明。神教会在最后面呢、最后面吗？对，所以我们前面看的都只是他的护卫队，或者是帮他热闹的。那主神一定会在最后面。那这个人他问说是一开始还是中间，都问错了，神明会在最后面。对对对，最后面，对对，前面都是帮他开路的，帮他制造热闹气氛，然后最后面那个主神才会出现啊。是，神教里面主神才会出现啊。那你刚才问说八家将要怎么看，怎么欣赏？基本上家将团是这样子哈，全身都是宝，全身都是宝哈。一个家将成员来讲哈，好，老师今天有一本书。一个家将成员来讲的话，他。从头到脚哈，我们看得到的话，从他的脸上画的彩绘脸谱，对，来以这一张来看哈，脸上彩绘的是所谓的彩绘艺术，是，那他头上戴的头盔是硬纸板做的，是，所以是纸雕的艺术，是，那他身上穿的衣服是刺绣的艺术。他穿的草鞋呢是编织的艺术，那他手上拿的刑具呢是工艺的艺术，所以他全身都是宝哈、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是什么？音乐的艺术，他们有时候会敲锣、会敲响锣，当当当当当那个，好，那他整个在表演的肢体动作呢是一种阵法的艺术。所以家将团怎么看他的艺术性呢？看你喜欢哪一种、很多人都会集中看在他的脸谱。对，他的脸就直觉一看，马上就抓住视觉。对，那因为五颜六色嘛，哈。那脸谱也是最重要的，他辨识他的身份的一个特征。脸谱这个又可以直接再讲一集耶。刚刚看到的是刑具爷嘛？对，刑具爷。所以不一样的官位角色，他脸上会画什么东西是不一样的？不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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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有没有什么例子呢？有，像谢将军的话，谢将军他是白鹤化身，所以他脸上画的是白鹤。白鹤。对，那幻将军是黑色的猴子化身，所以他会画黑色的猴子的脸。那
我们之后看到白鹤谢将军，我就可以指名。对，因为他全身都白的啊，连他的无常帽跟他的衣服全身素白啊。对，那幻将军的话，他就会全身都黑的啊，或者紫色的啊。可以在这个义阵当中指出一两位，就觉得自己跟别人比较不一样了。所以就是全身都是宝，从他的身上的行头跟他所画的脸谱，就可以认得出他是谁。对，哎，刚刚有没有人继续回答我们啊？八家将到底有几位？有没有人答对了？持续的跟我们回答一下。那不同的团体八家将所演绎的角色有一样吗？应该说不一样的义阵所配的角色就会不一样吗？对，因为八家将的师承来源很多哈，就是说从台南府城出来之后呢，那一直教导到外面去哈，每个传承不一样。所以我曾经问过学生八家将几个，有人跟我讲八个，他坚持八个哦。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们这个团就八个，因为他的师承教下来就八个。好，那他跟别人不一样。好，那我们也就只能够尊重他说啊，你们老师教你是这样，你就是这样。那角色是不能自己创立的吧？要一般来讲不能自创哈，这个角色大部分都是他信仰的主神呢去讲说我需要什么编制。一样是八家将来讲的话，姓氏也不会一样，姓也不会一样啊。我们讲说一般听得到的就是说甘将军、柳将军、谢将军、幻将军，有的你不是这样子啊。他主神交代我是姓陈的，姓什么的啊。对，就 不一定要一样。对，是他的名字可能在区别上有点不同，但是他所赋予的这个责任可能是一样的，有些是一样的。 OK， 好，这边越来越多人想知道答案了。八家将的八家是指八个姓氏吗？那为什么不是九家将、十二家将呢？那大家都猜八个，好，老师帮我们数一下到底有几个。 OK， 八家将的政治的编制哈，从最前面一个刑具，也就担着一个扁担哈，然后底下有两个那个缩小版的刑具，一边有十八个，两边有36个。他为什么要担这个？因为他担这个刑具担呢，是为了给后面的家将可以方便取用。有时候他们要追捕罪犯，那个鬼魅魍魉什么的，可能手上的东西不够再抓一样，这样那是临时补充的哈。所以他算是一个杂役的角色，就是我帮你担着这样子，走在前面这样子。因为他有声音啊，他会嚷嚷嚷啊，所以这鬼面魍魉听到你要赶快逃啊哈，那这个警察来抓了哈。那后面呢，如果以八家将来讲的话，比较传统的话，这个刑具爷的后面就会有文差爷跟武差爷，是啊，一般都用小朋友去装扮，穿着虎皮衣，很可爱哦哈。那这个文差爷呢，手上拿的令旗，令牌，武差爷拿令旗哈。那他们的解释说法是说，文差也是接令，就是说，哦，比如我拜城隍爷，城隍爷给我这个令子，今天来执行任务。那武差爷那一支旗子呢，是号令整团活动的。你要开始走，要停下来，都要用旗子来号令他。是。那这个的之后呢，哦，因为再过来就是追捕的一些那个将军，就是负责去抓哈，哦，去抓那些鬼魅魍魉的哈，那一般来讲就是甘将军、柳将军、谢将军跟幻将军，这个是属于追捕的。那追到抓来了怎么办？一定要有审案嘛，要审堂嘛。所以后面的春夏秋冬四个大臣就是负责审查的。对。那如果说这样算起来的话，整团八家将可能要11个人。哇。对，要11位。啊，那如果有人猜对吗？对，那如果十家将再加文武判官，因为你审判。要审判的叫文武判官来做记录，要执行嘛，所以十家将就会变成13个。所以八家将是11位，11个，那十家将是11位。但是十是一个人再一个十哦，很多的十哦，不是只有10个哦。好，这个大家有帮就是更了解一点刚刚讲到的角色了吗？以后要数一下哈。好，所以八家将是很多人让神明挑出来。挑出想要的规制吗？这一题我有点看不懂。所以八家将是很多人让神明跳出，这个再帮我看一下这一题的问题，我有点看不懂这一题的问题。好，所以在台湾这样子的义阵形式，可以数得出来有几种吗？义阵哦，嗯，哦，义阵台湾目前发展出大概100多种，100多种。好了，台湾的庙有这么多，所以100多种其实算也不算多，对吗，老师？对，但是，100多种，不过每一种都有可能好几百团啊。像北管乐团到处都有啊。
南北各地都有啊，南北馆到处都有啊，嗯啊，所以种类只能够说是100多种，是那大致上就分成文镇跟武镇、哦、啊，比较有动作的宋江镇、八家将之类的舞龙舞狮的就被归类在武镇，嗯，那南馆北馆比较音乐性的镇头可能会被归在文镇这边。文镇 ，OK。那如果说近期我们想要来直接听完今天的节目，我想要直接在现场就来欣赏家将义镇，最近有活动吗？哦，非常的多哈，因为全国各地哈，嗯，就是庙会活动每天都有哈，每天都有。对，因为全台湾这么大，包含花东地区、宜兰地区哈，这个很多就是说每天都上演着。大小型不等的这个、嗯、所谓的庙会活动哈，是举凡这个绕境哈，神明绕境啊，或者是进香团啊、嗯、或什么的都用到义镇哈、嗯、那所以呢义镇的团体是非常的多非常的活络的哈、嗯、那比较大型目前看得到的话每年都举办的可能就是姨妈祖哈，姨妈祖就以、哦、譬如说大甲妈祖或者是白沙屯妈祖、哦、甚至于新港妈祖他也会有定期的绕境、哦、那这个都是很大型的，那所谓的大型就是延续好几天，然后那个所谓的义镇会很多、嗯哦、会随驾或者是来接驾的义镇，因为譬如说简单的讲大甲妈祖他绕境进香进入了西罗镇的时候，是他过了西罗大桥来到西罗镇，那西罗的镇头就会在桥头等他、嗯嗯嗯、要接驾他迎接、嗯哦、欢喜的迎接他要进入西罗镇里面、哦、所以他原本的义镇就多，再加上来接驾的更多，那就一起绕境这样。所以想要看一场完整义镇表演，其实像妈祖绕境就可以看到了，就很多很多很多。 OK， 好，这边还有人追问、嗯、家将一定要刺青吗？很多家将都有刺青。嗯，这么讲好了哈，刺青在台湾来讲的话呢，有一部分会被归类为坏小孩，对，这也是一个贬义的。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国际上的一些刺青艺术是一个艺术作品。嗯，好，那这又回归到原本的所谓的我们刚才讲的很多不好的这个所谓的有心人士去主导到所谓的家将团或者其他义镇的时候呢，好、哦，那这些小朋友他本身也喜欢刺青艺术的话，就会刺青、嗯，而不是说只有八家将的团员会刺青、嗯嗯。但是刺青另外一面来看呢，也代表的勇猛，因为那个很痛啊，我都不敢割，啊、那个很痛哈、哦哦。那你能够忍受这个痛苦，才会有这个漂亮的所谓的这个图案出现嘛哈、哦。那我在没有一定啦，没有啊，很多没有啊。嗯嗯嗯、哦。那我在屏东东港还看过一次家将团呢，他们没有刺青，他反而用蓝色颜料去画。画一只龙，另外一个画一只虎，代表他的勇猛啊、哦！他是因为团员不可能为了要跳家将去刺青嘛，对对 对，他反而是希望有、哦、好，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有听到一开始老师被那个家将追，所以接着还想再问，有没有家将在庙会行进中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啦，或特别的事情？特别的事情，因为他家将他本身属于侍卫神的信仰、嗯哦、那所以说他比较神圣性哈。哦，那一般来讲家将团他本身譬如说扮演的人、哦、他是人嘛齁、哦、是我们看到很多家将团呢他们要如素，就是要吃素食、哦、有的三天前有的当天都要吃素食、嗯嗯嗯嗯、但是你还是会吃饭还是会喝水，你还是要上洗手间啊、嗯、那你怎么办？对不对？你是神啊，对，那就要把头盔拔下来、哦、对，然后有一个人带着你去跟商家、哦、去跟民宅去借厕所、哦、因为你画着脸然后很凶恶的脸谱嘛、哦、那你在出来的时候呢你要穿戴好，然后再用那个浸香炉帮你浸身、哦、前前后后用那个檀香有没有帮你浸身之后，然后你才可以再 回到那个队伍里面来。哇，对，所以他在行进的当中他如果有任何的生理需求，他需要喝水，他需要上厕，他都得要就是有别人，就是有那个在旁边就是护将的人员在帮他、嗯嗯、对，因为你喝水的话也就是要他们很多家将团都会有扇子嘛，有雨扇嘛、嗯哦、要稍微遮一下这样子，不能被人家看到他类似人们的行为，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是辛苦的。 对， 对，一整天下来的话因为脸上的妆又怕花掉，所以他们都很保护这个脸、嗯嗯嗯、那
那搬家这样很辛苦，对，很辛苦。那有时候譬如说经过其他的家将团的他们的庙，他还会来进包酒，就是他们会用盘子装包子，然后啤酒之类的来送给你这样子、哦、有一套的仪式、哦哦、那就是谢谢他们这样子。对 对, 對，就你经过我们这边认识嘛，那你经过这边辛苦的，那弄两条板凳让你们坐下来休息一下这样子、那啤酒可能就是让他们解渴一下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遮着，然后那一个人就帮他灌一点酒，因为有时候大热天的啊，绕进下来很热、平常不会发现他们好辛苦，下一次试着用另外一个角度看看他们。對對對，好，老师今天刚刚翻了这本书呢，是近期的著作，要不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想要更了解家将的文化，是不是就从这一本入手？对，因为台湾家将的书我写了很多本了、那么现在觉得说，早期我写的书基本上都是以一个种类哈，比如说十家将写一本，八家将写一本，关将手写一本这样子哈。那我现在就是变成是融合全部把它写在一起，因为台湾的家将呢不会只有八家将一种，是在北台湾来讲的话就有三种不同名称的八将，比如说台北大道城下一城隍庙那边就有一种下一城隍的八将，蒙甲青山宫就有蒙甲青山宫的八将，只是他们刚好都叫八将这个名称，那北台湾就有三种，那全国下来呢会有三十几种不同种类的家将。为什么这么多种？简单的讲，家将呢是属于五福大帝的，八家将属于五福大帝的神兵神将，是他是旱鸭子。那你如果妈祖呢要来使用八家将的话去救难，那就溺毙了、那是海上救难的、所以妈祖需要有自己的家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屏东东港的潮龙圣堂，它就有一组妈祖的护卫圣将，好，那里面就会有千里眼顺风耳，会有海燕宫的这些角色，适合妈祖的角色、要不然的话，以前我们常常看到庙会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明明是土地公，当地的土地公在庙会，那你请了一团八家将来护卫土地公，那就不对了、因为土地公只是一个里长啊，你为什么叫一个三军统帅、陆军总司令来帮你开路？那像话吗？就配错了。对啊，那所以说很多庙就会这样想说，那我们的主神适合我们主神的家将是什么？那我们来问主神，有时候主神会指示、我有什么将军、什么将军、什么将军可以来当我的驾前的将军，你们按照我的指示帮他装扮出来、有些神明会讲说我要戴什么帽子，好，那我要画什么脸，我要穿什么衣服，神明会指示吗？有些神明会指示，哇，有些特殊的家将团、他们神明会自己来跟你讲，就是会伏击也好，会托梦也好、就是说我要装扮什么样子，有些神明还会教脚步、这个整团的脚步要怎么练、太特别是，那所以说这一套台湾家将大全呢一共有十本那目前出第一本是溯源总论卷，就是说刚才大家很好奇的是说台湾为什么有家将之类的，对，它的由来，它到底是从哪里发起的，有多少，对，那我在这里面都会解释，甚至于我要追根溯源，我还跑到中国大陆的福州去看家将的发源地，它的原乡、然后去把它追出它的来源这样子、它怎么传到台湾来的、那里面还会介绍到很多种种类之外呢，把很多跟家将有相关的一些文化都记载在这里面，还包含最新的文创的商品、很多文创商品，这个也算是其中一个啦，对呀、对呀、对呀、这个我们环岛的时候也有收到哦，二零退散，对，这是八家将专属的乖乖哈，它有上面有这个将军。好，那除了这个书，如果未来有一些机会可以直接听老师授课的话，我们这边有几张老师课程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课程是蛮有趣的耶。对，这个是我在台北市万华社区大学上的这个欢喜看庙会的课程哈，那也教他们做一些寿桃面塔跟民俗宗教有关的哈、那也画面具哈、那也让学生们呢粉墨登场、他们学了家将之后呢，虽然说简单的学习，但是这个成果展的时候就整个粉墨登场，学生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平常不可能去接触到这些东西啊。那刚开始的时候我把那个头盔啦、他们的衣服帽子什么的全部都拿来摆在学校课堂上，有没有看到哇，这可以摸一下吗？可以摸吗？可以吗？对啊，真的可以吗？我说好，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好奇可以看一下它的材质是什么、因为平常
要分清楚，就是说平常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是神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去碰他。哦，是啊，那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课堂上为了上课让大家了解，我们可以让你去碰到这个东西。所以我持续会在很多的社区大学开课哈，那会有进阶班哈，像万华社区大学的话，第一期就开十家将的班，然后第二期目前上官将手的班。是，那我刚才说过，台湾那么多种种类，我可以上很多次不同的让大家玩。那上一期十家将的话，就教学员们画面具哈，把那个脸谱呢画在面具上面。那我们这学期呢要画口罩，是画在口罩上面。但是这些课程资讯我可以在哪里知道？要看一下社区大学，比如说台北市可能就中正社区大学或者万华社区大学看到。啊，有时候。或许各位搜寻一下我个人的 FB， 譬如说吕江明三个字的 FB， 是或者是我的工作室，对对对，我们下面有打哈，对对对对对，我都会把这些讯息公布在上面，不管是书籍的这个新的发表，或者是我上课的情况，或者是我有时候采集到很多台湾民俗文化的资讯呢，基本上都会在我的粉专上面做发表，大家可以在上面看得到。所以如果想要更了解这一项义正文化啦，或者是说老师的各项分享，对于民俗活动的分享的话呢，可以搜寻采风民俗学会。然后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呢，老师第二本书也要出了，有机会也要请老师再来跟我们聊聊好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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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谢谢吕江老师，谢谢你，谢谢，感恩，谢谢。